夫人，方便吗？军师。夫人，我前段日子给元宝做了个小弹弓，我记得应该是放在偏房了。元宝闹着要玩，我过来给他找一找。军师请。多谢夫人。 哎呀，你说元宝这孩子，那么多小物件不玩，偏要那个弹弓。他呀，现在正是淘气的时候呢。哎，瞧瞧我，失礼失礼。哎，找到弹弓了。